羊肠肠，就浓香浓香的，然后来的感觉。这算重口味吗？我又不放那么多油。对，就是李扣接你了。哎，我们孩子天天过来吃，孩子天天过来吃，都是孩子喜欢吃，大人也喜欢吃。那是国外是不是？他给称糖的时候弄多称点，不是，他也喝不了这么多。一会儿俩人还要凉菜呢，还没弄呢。够不够乖？呀，他不是免费了吗？我们每次就三五个就差不多了。他俩喜欢这个。我家住。还去吧，还去吧。免费的自助小糖蒜，爽脆可口，还解腻。原来都是为了搭配这样的一碗汤。不仅有大姐拿着保温锅来盛汤，更有着小家伙们都会惦记的汤。羊双肠，羊双肠。对，哎，就喝这个。它那个肠是不是处理的还挺干净？挺干净，你看没有啥肥油，然后看起来很清爽的样子。一般情况说，女同胞好像吃肠啊也比较少的，但是不油腻。这个不算是重口味吗？这算重口味吗？我又不放那么多油，又剔骨肉又没啥油。您吃饭是不是跟我一样啊？就是觉得那个特别好吃的东西，放到一定到最后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最后那一口特过瘾，特解馋。浓香浓香的，然后来的感觉，让的那种奶香的味道，就很浓的这个味道。哇，您这是剔骨肉啊？就是第一次，所以那个双肠我就没吃过，所以我就用剔骨肉来吃。他俩就是每次就是剔骨肉，然后加双肠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双肠比较适合孩子们，软。但是他们就是还是想吃肉吧，可能是。您觉得汤咋样？汤好喝呀。嗯。我有时候我都想自己带包方便面弄这个汤。听大家介绍说，这里的羊双肠汤味醇香的同时，羊肠软糯又不失筋道的口感，让男女老少都能接受。如果还嫌不过瘾，也可以像他们这样搭配上一些剔骨肉一起吃，吃肉喝汤还管饱。而想要再吃的任性一点，也可以跟这位大哥一样来个单人的高配版。那这抽一眼呗，抽一眼。你看看羊啥上没有啊、是吧？这边是38，对你炫气啊，啥都有。对，肯定啊。那这还像啥？那我一会儿我也要38了。你说这糖，糖喝着舒服。对对对，是吧？今晚自己来了啊。真是唠嗑的呀，啥都是，是吧？你选自助啊，中，你先喝着。像这秤的是61斤，61斤。这个剔骨肉是80一斤，羊腰子是25一个啊。然后就是我想吃哪些，我都可以掺着来。上面这些就是处理的很干净，就是你肉眼可见的那种。要吸起边儿，流动的水流动清晰啊，清晰完之后是煮啊，煮熟了之后再清晰一遍就可以了。哦，没猜错，这个应该是从这个锅里捞出来的。对，剔骨肉剔下的骨头都是羊骨头啊，各种那个双肠了、肥肠啊，一锅全在这儿煮。对对对，都在这个锅里边。下来一锅将近150斤到180斤吧。我刚才看人家那个38的挺不错的哈。对，里边有那个羊外腰、羊鞭、双肠都有。再看这一碗搭配的各样食材，38块钱的性价比也是挺高的。老板，按照这个也给我来一份。这肠吃起来呢，是有一点点那个咬劲在的，但是呢，整体上来说是吃起来很轻松、很软烂的感觉。这剔骨肉啊，大家伙为什么喜欢吃呢？因为骨肉相连的部分它是最香的嘛，是味道是最足的，而且口感上也是比较好的哈。汤味呢，整个喝起来是比较鲜、比较纯的感觉哈，其实这个味道还是比较足的。如果说您个人是比较喜欢喝这个羊双肠汤的话，您到这儿也真的可以来试一试。